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动物，它可以在几秒钟之内爬上一棵非常高大粗壮的树的顶端。而且呢，熊猫它的柔韧度也很强，它比瑜伽大师还要柔软，它可以把自己团成一个球在场上滚来滚去的。那么四只熊猫里呢，普普它的柔韧度还有灵活性是最强的。除此之外呢，普普的力量也很大，它可以非常轻松的就把一棵看起来很粗壮的大树拆得七零八落的。